这个谁能挂？那就对半喽。会短吗？应该不会。哦，有可能。到这儿差不多就行。你觉得这差不多可以了？来，你手。好。哇，那我们来确定一下位置。差不多这么高可以吗？会不会太矮了点？高点吧。而且下面是不是也得那个？不然这样，你看，要不换？不是，你们别弄那么长就完了，架架短点就好了，对吧？那我们架到了这么高。行。那换一根粗的吧，哪还有一个？可以。哎，换个粗的吧，可以。哦。姐，我说实话，一会儿太阳就下山了。快快快！我觉得我们把那个架子啊用一下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可以。可以了，这太稳了，都不用绑。坐好了。一心，你看，经济跟你是一个风格的。对，因为健身器材有时候在家里啊，这就是拿来搭衣服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们先把这个弄完了之后，一起过来帮你好吗？抢救一瓶先能晒得着太阳的。可以，完美。我去搬搬被子。男生宿舍我有点不方便进去。进来了啊，先拿一个这个。哦，好像啊，没关系，这样。哎，有点危险。可以，完美。一星，哎，师傅，我一会儿得跟。